声明，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抗日战争汉奸录一书，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，同时无任何影射，不涉及任何政治。抗日战争期间，除了周佐海、汪精卫这种大汉奸外，还有许多的小汉奸替日寇为鼓作娼欺压百姓，在后方宣传日寇的那些歪门邪道，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他们的危害比起这些大汉奸来一点也不小。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替日寇效命半个世纪之久的刘雨田。刘雨田家中是地主，自幼读书，想要考取一个功名，但连续考了两次举人，全部名落孙山，连个名分都没混上。刘雨田由此对清政府心生怨恨。此时正值甲午海战时期，刘雨田看到日本人的强大，于是决定替日本人效命，打败清朝，然后好捞取个一官半职去做。日后派兵侵犯时，刘雨田只有24岁，但刘雨田便买了大部分的土地，将家里面的存粮全部交给了日军，并偷偷弄到了金州行要地图，帮助日本人打下了金州。而后在日本人攻占威海卫时，也曾给予了帮助。日本人旅顺行政口亭安抚民众，但清政府很快和日军达成合约，日军全部撤走。刘雨田成了清政府捉拿的汉奸。刘雨田为了自保，跑到了日本，成了日本陆军大学的汉语言教授，并娶了一个日本名龟山松太郎。在教授日本人中文期间，日本人对其进行了间谍培训，在学成后偷偷将刘雨田送回了中国，让其替日本人搜集情报，准备为日本人下一次的侵华战争做好准备。回到中国后的刘雨田隐姓埋名，偷偷地搜集各地的军事情报，并变卖了自己的所有家产。七七事变后，刘雨田用所有的钱给日本人买了两架飞机，命名为雨田号。日本天皇为了表彰其功绩，亲自召见他，并授予勋爵。刘雨田对此感激涕零，对日本天皇连连拜谢。回到中国后，刘雨田以日本驻中国高级顾问的身份帮助日军的侵华战争。为了能够给日军搜集足够的钱粮，刘雨田带着许多汉奸特务整日游荡在各处的村庄中，成了老百姓谈之色变的汉奸。可以说刘雨田给周围百姓带来的危害一点不比日寇少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日军全部投降并回到了自己的土地，而刘雨田则被日军抛弃。国民党在蒋介石的受命下开始大举抓捕汉奸，刘雨田隐姓埋名跑到了乡下。1951年汉奸抓捕行动再次开始，已经81岁的刘雨田被日军抓获。临行刑时，刘雨田仍然在乡任炫耀日本天皇授予勋爵亲自接见的事情，